你果真是入宫去寻我的，你怎知我一定会入宫？燕武师，我有话与你说。沈道长在叫我？是。那说吧，说完我好赶路。你要去哪里？先说你要说的话。此处大庭广众，说话不便，能否换一处地方？你不说我便走了。你留步。喜欢吃糖人吗？哼，谢灵喜欢。你随我来。拉我来小巷做什么？我在宫中为你解围，沈道长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？明明是你自己也想入宫看热闹。你，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将这一条巷子的宅子都买下了。誓死不从，奋力反抗，反手为攻，令沈道长这种登徒子束手就擒。啊！没想到沈道长道貌岸然，德高望重，私底下竟是见了美色就把持不住自己的人。滚！看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我们走，去哪儿？去门口拉客，在这里偷懒吗？东家，真没人呐！这打仗呢，没几个客商还敢来做买卖。客栈二楼的房间再怎么空着，你的工钱我也发不出来了。啊！可是，两位郎君是要住店吗？小店有上好的厢房。哟，您怀中那位郎君可是生病了？可要小人去帮忙叫个大夫啊。空的上房在哪儿？就在二楼，有四间空的，您任选。价格贵些，每日要150钱。这银子，这银子能住上半个月了。掌柜的，
那大夫还找不找啊？他们没叫，咱们先别多事。你去把热水准备好，饭菜也先做好热着，等客人有需要了，随时可以奉上。哦，是。依我看，不如还是算了。你亲了我，现在又想始乱终弃？现在天色还早。你的意思是天黑就可以了？我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东家，昨晚二楼是什么动静啊？那两个人进来时，不是有一个被抱着吗？怎么到后来竟打起来了？你去瞧瞧。哎呦，可别闹出什么人命了！神仙打架，少管闲事。什么神仙打架？我看是妖精打架吧。郎君安好啊，灶房里在备吃食了，您二位有何需要啊？都有什么吃的？啊，有胡饼、烧鸡、炙鸭肉、秋葵等等。敝店的厨艺啊，算数得上号的，只要您点了，一般没有吃不着的。那就要个牛乳薏仁粥，蒜泥炖豚蹄，蹄膀要炖烂一些，酱汁不必少。再做一条鲜鱼，什么鱼都好，鲜美就行。不必做甚花样，直接清蒸，放些葱蒜即可。其余再看看做些素菜送上来。这是饭钱跟赏你的。这么多啊！郎君要的本店都有，小人这就去准备。您且稍后啊，我先将热水送上来。你去书房给我买几卷闲书，回来另有赏钱。是，小的即刻叫人去买。郎君请慢用，有事直接喊我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收拾。阿乔醒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阿乔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出来让我看看。我没事。阿乔，我忘了跟你说。你那蟹裤昨夜就弄脏了，
我让人上街买新的去了。你怎么能让外人去买？哦，那我亲自去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怎知要买哪种？哼，自然是我告诉他的。怎么？燕宗主，你我如此亲密，你还要叫我燕宗主？那叫什么？燕郎呀。你昨夜不是叫了好多声吗？还是哭着叫的？别说了。啊，你我二人有过肌肤之亲，若是男女，我就要你三媒六聘娶我过门了。可惜你不是。且慢，为何是我娶你过门？难道你要嫁？自然不是。本座喜欢你，不在乎颜面名节，你愿意娶我定然答应，免得旁人对你堂堂玄都山掌教说三道四，指手画脚。我无甚名声可言，为了你，什么委屈也不算委屈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到底负不负责？负责。我的沈郎啊，沈郎，你还没穿鞋裤呢，这样不冷吗？沈郎，我帮你穿更好。你还是叫我阿乔吧。你又不肯换我燕郎，还不让我自己满足一下吗？我的好阿乔，你把裤子穿反了。